刚唱第一段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冷哦。哇，现在你现在热了吗？是真的。可是人家已经给你换热水啊。好，谢谢。那请问你要脱衣服吗？我不要。你干脆在火炉旁边好了啦。你是啊，我现在是就很像火炉啊我。哎，我们都流汗流成这样，然后他一个人很冷，你真的很冷哎。糟糕，我们一直开他玩笑，等一下他会斜眼瞪。嗯。有点后悔，我安排几首英文歌还是什么？真的，他没关系，国界嘛，对啊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其实，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来唱英文歌曲，对，然后我们都唱自己的歌，专辑里面的歌。我想今天就让大家听一听不一样的姐妹花。嗯，后面的朋友听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唱的太感人了吗？感动那些人，从这一桌赶到那一桌去了。本来偷偷摸摸的走，被我们这样一讲，哎呀，本来刚刚是这边人山，这边人海，现在呢，稀稀，这边落落。没有，人家已经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可以退票哦。继续听英文歌曲哦，我们今天是英文专辑，下次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出英文专辑。谁有这么大气呀、啊？真是的。你们要注意一下，那个唱两首赶走六个。那乐手没有事情就一直算向外面走的人。你这样讲，我就很紧张嘞。没有，我们接下来的歌都很耐听，请你们忍耐听，好吧？怎么这样呢？叫我们下面的几首英文歌怎么唱下去？好的，我们就不要报歌名，就直接唱了，好不好？To you.
告诉你，以后我一定要常常排英文歌。你常常要吓死人啊，会赶走很多人啊。在现场呢，各位，你们下次我上英文歌，你们一定还要再回来，一定会更好。我们有信心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我请教一下那个 ，Hello， Hello， 哦，还好吗？我们有英文老师在这里。Nice to meet you。我可以请问你是哪一国人 ？Where I come from？ 纽西兰。哦、oh, ，好在纽西兰讲英文。完蛋了，不要这样了，我们突然跟人家问候，他会不好意思，有点脸红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欢迎你来。我看一下、哦、你放心了，他还没有站起来哈嘎一些、哦、都是好的，大家忍耐一下，我们还有一首英文歌，忍耐一下，哎呦，要常唱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。哇，我怎么看到外国人就口干舌燥，真是。哎，口干舌燥是在这个时候用吗？哎、你成语用得非常好，是你看到外国人就口干舌燥，是啊，就口干舌燥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请你不要乱用好不好？真是让人一头雾水啊！看上去一清了然。就是这样讲，因为老师刚刚已经被我们请去上厕所了，现在也要领国务老师，国务老师都要离开吗？真是的。骂完也比较轻松。麻烦包台，请给我一副耳塞好吗？我们两个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骂他。麻烦给我们的现场的纽西兰的朋友一副耳塞。不要啦，连我怕连旁边那个吃日本料理的等一下就走开了。哎，你们唱日文歌吗？你们唱日文歌吗？有，等一下有日本歌。这个下一个阶段我们排的是无国界。哦，难怪有英文、日文、台语。台语对我们来讲也是另外一国的。对呀、啊，哦，真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、哦。咱跳下一首。你不要英文歌先唱。对呀、啊，也很有气质。那你后面又弄照啊，请假是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，我们还有从台中来的，还有从国外来的，还有那个刚刚偷偷溜进来的，真是。他说人很少没关系，我可以进来，人很多我就不要来。对，自己知道自己自己。先跟你们说，真的是委屈你们的耳朵了啊。不会啦，哎，对，南京来的朋友真是不好意思，真的啊。哦，好了，还一首，我忍耐一下啊、哦，哈、嗯，这一首我们带来这首，我要报歌名吗 ？You got a friend。好的。重来一次好了。嗯哼，我哇，太紧张了。是我错吗？对，不是，是。啊、没错，我的错。歌手不会错，一定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。请他们不要对我提出公然诽谤的告诉。
大家同情的掌声，下次一定会更好。刚才我们唱英文歌赶走六个人，下面要唱日文歌还赶走。